受尽磨难的因纽特人终于在春季营地捕到大量三文鱼，他们不再为填饱肚子而烦恼了。因纽特人在捕猎时，一旦食物满足全家人需求后就不再捕猎。为什么这次捕到的三文鱼超出所有人的用量后，因纽特人还在大肆捕猎三文鱼？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将继续走进因纽特人，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捕捉三文鱼的，也去看看他们食物充足后为什么还要大肆捕捉三文鱼。北极的天就像小孩的脸，说变就变，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此时就成了瓢泼大雨。在北极下雨可不是好兆头，这可代表寒冷的冬季要提前到来。顽皮的小干可不管那么多，很少看到雨的他冒着大雨来到河边玩着石头，即使全身都被打湿还是玩得不亦乐乎。连很少淋雨的因纽特犬遇到这种天气都有点不适应，也想站起来躲躲雨。而此时的阿甘也忧心忡忡地走出帐篷看看河里，长时间的下雨必定会让河水漫涨，这样他们就无法继续抓三文鱼。虽然现在抓到的三文鱼够营地所有人吃，但这些鱼并不能让族群所有人够吃。因纽特人每次找到充足食物都会分享给族群其他人，他们想用自己的力量让几十万的族人壮大。还好此时族群的另外一家迁徙到这里，亲人的再次团聚，大家有说有笑。连很少笑的翠花见到他们都发出欣慰的笑容，而此时雨也停了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现在就是下河抓鱼的好机会。大家简单准备后，手拿鱼叉，身穿短裤，脚踩皮靴，来到之前制作好的陷阱处。为了能抓到更多的鱼，翠花也和大部队一起去抓鱼，男女老少一起上阵，每个人都卯足了劲，希望能有个好收获。其中小强是第一次跟着大人们出来捕鱼，他显得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，但还是谈笑风生和大家走进冰冷刺骨的河里。来到陷阱处，大家就开始捕鱼。阿甘和侄子到底是老猎人，很快就在陷阱里抓到鱼。而小强却是东走走西走走，完全没目标，走了半天才确定目标，将鱼叉扎进水里，第一次并没有刺中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调整心态再次出击，插到了鱼却跑了，还是有进步的。再看看身边的其他人，大家忙得不可开交，一条又一条的鱼被插起来，连站在石头上的妇女都插到了鱼。小强看了大家的动作要领后，终于也在河里插上一条鱼，只是在用绳子串鱼时，简直让鱼生不如死。此处心疼鱼几分钟，可能这就是为了生存，就不要讲什么人道了。见小强都可以在河里抓到三文鱼，岸边其他小孩也按耐不住，拿着鱼叉就向河里跑去。大家就一起在这冰冷的河里插着鱼，此时的他们已经忘记寒冷，眼里只有食物，心里只有欢乐。果然团队的力量就是强大，很快就把所有陷阱里的鱼抓完了，连不会抓鱼的小强都抓到几十条大鱼。现在的小强俨然是一名老猎手了。抓完鱼后，大家就需要把鱼拖回岸边，翠花帮着阿甘将一条条肥美的三文鱼拉出水面。翠花没有和男人一样光着腿，虽然这样裤子会湿，但她知道男女有别。其实因纽特人也是淳朴善良的文明人，如果不是环境的苛刻，谁会愿意野人般生吃肉类呢？一串又一串的三文鱼被阿甘众人拉出岸边，没多久就铺满了草坪，而小甘也趁大人不注意，和小伙伴练习怎么将鱼叉精准插到鱼身上。食物的充足让他貌似已经忘记这些鱼是让他能活下去的食物，而是他们的玩具。
将一大串三文鱼拉到岸边，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。一串基本有100多斤，很多时候他们要手脚并用，可收获的喜悦总是会让大家有力气。就像你平时连80斤的重物都扛不起，可突然要你扛走属于你的100斤铅笔，你肯定可以扛着它跑。将鱼都拉回岸边后，阿甘他们就要生火做饭了。这种钻木取火的方式你见过吗？看到这种方式，你的牙齿是不是也一酸呢？但因纽特人每次需要火种时都会使用这种方法。而且百试百灵，接下来他们就可以用火煮三文鱼吃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下期视频我们一起去看看因纽特人是怎么烹饪三文鱼，同时也去看看因纽特人是怎么储存吃不完的三文鱼的。如果大家想一直了解因纽特人的情况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